个最新焦点还要继续带你来关心的是人气高涨的小胖林育群哦，窜红时间短短一个月，不过现在呢马上是帮冰淇淋来代言了，赚进这人生第一桶金，他还说呢要用来当做母亲节的礼物金。现场最新状况我们立刻联系给记者黄淑文来带我们了解。在一起哇，这真是一个太哦，是主播小胖短短窜红一个月，今天和妈妈一起出席冰淇淋代言活动，还大大送给妈妈一个深情的吻。母亲节就要到了，小胖准备把第一个代言赚到的费用当做母亲节礼物，今天还现场唱了一首歌曲送给妈妈，来看一下现场画面。母亲像月亮一样照亮我家门窗，圣洁多么慈祥，发出爱的光芒。好，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小胖唱得非常深情，不过小胖跟妈妈感情非常的好，不仅献唱给妈妈这首歌曲，还给妈妈了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小胖说从唱歌到现在以来，妈妈都在身旁一直支持他鼓励他，今年因为活动太多，所以没有办法带妈妈一起去吃大餐，有点可惜。不过小胖也因为太红，很多人认识他，现场他自己也撇清了自己真的不是同志，真的是非常喜欢的女生，听到这样的传闻自己也很傻眼，只是现在因为时间太忙，真的没有时间交女友，未来有时间一定会来交女朋友。以上就是目前现场最新情况，把时间还给棚内主播。